不调最。来，请大家安静。你上好了吗？安静。你的肩膀。安静。截至目前呢，还没有头绪，我们先看到底有什么状况。我跟你讲，第一晚太多资讯，狼人杀的时候，就是我左边这个洞非常大，然后他就是想营造出他是狼人的感觉，殊不知他就是想要这样子蒙骗大家，但是其他就真的是个狼人。哦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直接自票身份，我是女巫，然后第一晚我直接救我自己，所以会杀我的会有谁？朋友、没有、强乐。这三个人其中一个一定是杀我的。江佩玉一说平安夜的时候，然后我跟那个常勇刚好对到眼，他就很心虚的这样看他，就心虚到掉手机了，慌了慌了。那先把常勇投出去，然后我晚上把朋友毒死，然后就是只剩一个狼，就是你。我只是感觉还是在动啊，觉得要投常勇出去。哇，请你出去。就是前面有感觉有不对劲啦，投常勇出去。好的，那我们大家经过深思熟虑，再来投票。一二三，我有一言，那你的立场乱带人呢？我觉得凯浩有可能因为他乱带风向，他可能自己乱跳女。天黑，天黑，闭上眼。狼人请现身，女巫请睁开眼睛。今晚他死了，你要救他？女巫。今晚他死了，你要救他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好的，等眼睛请闭上。预言家请睁开眼睛，你要验的是。好，天亮了，昨晚是双尸命案。开眼睛。好。昨晚有两个人死了，第一个是裴用。他死掉了。没有遗言吗？因为被投票投死。各位看微信，我发遗书。OK， 这样从主阵开始哦。刚刚那一场，我觉得邦正应该是铁好了，因为他刚刚全程闭眼睛给我的感觉。这样子就可以蒙过去。好，走吧。我来，我来。我觉得凯浩应该真的是女巫，因为他应该是毒死你。我觉得。哈哈哈哈。如果这场真的你是女巫，打嘴巴。我一边打嘴巴一边强奸你。我觉得朋友可能不是狼人，因为他这样死掉了。他不是被女巫毒死，就是他的同伴很聪明的杀死他。
我是女巫嘛，然后昨天毒死裴勇，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，因为他被毒死的反应其实不是狼人，已经100%是好的，而且我觉得他是个有神职能力的，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预言家，所以预言家被我毒死了。但是这个结局其实是好的，预言家假如真的被毒死，假如有一个假跳的人出来，那反而对我们好人更不利。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就先把长乐投入去，算了，长乐这局先不要带风向好，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做错事，先忏悔一下。我觉得 Danny 是有嫌疑，他那个酒窝，电人酒窝，我会观察一下。有没有带风向？对我们一点。我只是觉得台乐一直在看我啊，我其实也不是对这游戏很熟悉，所以我也没有很多的话讲。我也等长乐出来。看我啊！你吃好像安静安静，没有啊？可疑哦你，因为我在思考，我在想那游戏怎么玩呢、啊？哎呦，我也不敢带风向啊！我带风向，哥哥出了，弟弟也要出。想好了，拿投票了，1、2、3，给你2票，恭喜 Danny， 出局！我相信我，我就是路过的。那有可以。来，天黑啊！请问要杀的是女巫，请睁开眼睛。今晚她死了，你要救她吗？预言家，请睁开眼睛。你要测的是，她是天亮了。昨晚她死了，没有遗言。现在还剩4个了，出声讲话。发现投票。我真的不懂哎，我真的是平民。我真的不懂哎，我想看发言到最后一个了，我再投谁？我觉得身份可以讲。哎，等一下，猎人，等一下，猎人，你可以带一个出去。对，你想带？等一下，我看眼神。大勇了。终于，大勇了。那游戏结束了。你骗我是不是？可以自己讲啊！你骗我！我一看就知道是预言家。裴勇是什么？因为徐涛乱讲话，他就乱讲话讲我是狼人，然后他刚好就地长验我，他要顺水推我去死。他直接很肯定的讲，我觉得常勇要投出去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是预言家。没错，是卡号乱乱投啊。总结来讲，这一场呢不是狼人强，是女巫烂，乱带风向。这场还可以哦。来，然后这次我是狼人了，看了角色了吗 ？Everybody， 看了看。天亮了，昨天晚上你死掉了，我你有遗言，你太高定律了，我不是很会玩，你觉得谁会傻？你帮我先讲卡奥是狼，我必须。你就是狼牛，如果你知道，我觉得应该是反正杀我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一场关系，然后他下一感觉上，他好像会跟我讲很多话的，因为他前面两次的时候被怀疑啊，总之就是我怀疑他了。薪水也不会多。好，我真的是平民，可是我这场我觉得苏珊不是平民，因为就是在法官讲话的时候，苏珊是平民，他是神职，因为该佩讲话的时候哦，佩是讲验嘛，然后通常如果你是狼人的话，你不会纠正那个法官是杀人，确认来杀手，你不会去讲话的。OK， 过。I love you， 过。那一场是平民，所以很安静很累。然后如果我这场继续安静很累的话，你们觉得我是狼人了，我要转平民。什么？第一场暂时还没有头绪。如果会杀大勇第一局的人，肯定可以排除的。我觉得应该是凯浩的，因为其实杀人就可以决定是谁杀的。如果是杀这一区，就应该是这一区人杀。杀这一区，我觉得合理化应该是这一区。暂时我姑且相信大勇讲的，就是帮证几率很大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自己女朋友杀男朋友，也有可能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证明其实他们外表给大家看到很幸福美满，其实都是假象。可能是大勇进不去。句是什么意思？哪里解释？啊 ，Bucking。OK， 好。如果这一局真的是发现你其实是狼人的话，证明这个 Bucking 空间太小。我现在决定就是先跟裴勇和好。不好意思，第一局杀到你。你过了3局再讲。对。因为他刚刚就是指认我是好人，原来这么容易收买。他讲的是很有道理，刚刚听蔡成龙讲也是很有道理。目前是相信书生是好人，他的话是保留态度，留而已嘛，保留而已。全信我是保留。很多人就是会先保一个，其实是市长。然后我觉得会杀他的人，就是这两个可疑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等一下会先听一下你们的发言。我是觉得，反正他上面两局他做猎人，前面的情绪在这，他。
杀错人，然后他就会认为他要补回去，要补杀他。突然间被怀疑哦，好无辜哦。我觉得啊，这两个、啊、谁跟谁？你啦。哦，不知道你是不是男人啦、啊？如果你不是的话，我对你好失望。我是觉得，哎，你弟这句很多话，不懂哎，我有怀疑凯浩哎，因为他做这通常男人他杀人的时候，他都是不想动太多啊，就。哎，拍不到你，拍不到你进来。不要站那么多，镜头看不到我。啊，他应该是睁开眼睛要杀你的时候，他就这样。那我们来投票了，一二三，没有遗言。我是平民，我怀疑 Nash。好，讲完了，那就好，眼睛闭上，眼睛闭上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昨晚是一晚平安夜。我牛救人了，呸！在讲狼人杀的时候一样的，我就想到会不会是有人要杀我跟长乐，不懂杀哥哥还杀弟弟，或者又是可能要杀裴文凯啊，所以我只是乱讲罢了，总之不要偷我就好了，我是平民过。刚刚班正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嘴巴有颤抖，所以我不懂是他紧张还是他真的是狼人被发现。我觉得他应该有50%是狼人，然后我很想怀疑朋友，刚刚我在闭眼睛的时候就想怀疑你，因为他第一局的时候不会讲带过这种东西，第一局他有很多资讯。刚我等一下佩玉讲不要指同样的，要指同样的人是吧？你讲不要的药啊？你是没有耳朵啊？要不要尽量不要。女生的药就是不要。闭嘴！记得刚第一场吗？丁丁讲哥哥下去，弟弟也待下去，可能有人指了长影，然后他又指，他讲尽量指一样的，不要指不一样的。如果围绕在指一样不要指一样的这个东西来的话，我刚只是觉得他们指的不一样，所以你们不用纠结那么久。没有，真的没有过。我决定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身份，我是女巫。我是女巫，虽然我是男，你也可以叫我男巫。好，我跟大家讲说，第一晚死的是他，然后我没有救他；第二晚死的是书神，然后我救他，因为我当时很相信书神。可是现在更相信，现在就有点怀疑，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是狼人要自刀，然后所以佩玉才会讲说要指一样，因为书生可能想要杀自己，我觉得有可能有这个几率，但是只是纯保留态度而已。自己最能确定的就是，反正这三个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投出他，对，还剩他，把他票走会比较安全。我是觉得 Danny 是平民，我觉得朋友好像可以。通常因为指不一样的，就是距离比较远才会指不一样，如果距离近的话，每指对同一个方向。我怀疑的话是那边和这边，为什么？首先是大勇，潘勇和大勇最熟，所以可能刚才杀人的话，他们就往这里指上去。我觉得是唐勇和凯浩，那真的是我眼睛有问题，你不用纠结这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投票了，一二三。你们可以两个可以辩论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被怀疑啊，一心想要复仇吧，怎么可能杀大勇？不过大勇是可以考虑的范围之内啊，你还没到想杀的那种 level。我真的好了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平民罢了。希望这局不关朋友的事情啊，听我乖乖讲。哦，不反驳，去讲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投票两位，然后其他人投，一二三。你有遗言？我不出来了。我讲到这集，我不要玩了。他有是不是谁？他可以看谁可以 ？OK。我要挖角，下一个剧可以找他演。我也看得出人性。精彩吗？精彩，精彩。好烦啊！真的很精彩。好，眼睛闭上。昨天有两个死掉了。噔噔噔。困着讲话。怎么会死啊？现在有神职就可以挑出来了啦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是女巫，谁是预言家，谁是猎人，所以这样看我们四个一定有一个猎人。其他职位我就不知道还有谁了，因为都没有讲出来，然后我肯定是平民，所以四个人还可以玩的话大概是两次狼，我们一定有四个两个是狼。其实有感觉是很平民啊，骗我还是功力啦，我不懂啦。长乐就是这场安静，而 Danny 就是要加货给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三位来讲，我懒惰玩太久，我直接票 Danny 还是我也是会怀疑 Danny， 刚刚一直要赖长乐，不懂为什么。我是猎人，如果下一集我死掉，我会带走 Danny。我才是猎人，好不好？哇！我的这个彩啊，精彩！快活感到明显的，黑书生是狼人。刚才他们讲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平民，如果你骗我的话，你就扣力了。然后书生的反应是很大的，还是彩到我，或者是书生？投票了，三二一 ，Danny 是猎人，你要带走谁？带走书生。你好笑啊！神志不清啊、哦！他只要假猎人还不带他走，他带书生。Oh my god！ 重点是我两个杀的人都杀对，你看，当当哦，哎、欸，靠你杀了。女巫，请睁开眼睛，今晚他死了，你要救他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
他跳恋人，你就把他杀就好了。叫假恋人，你就真的就带他走了。据我说，我送怀你两个，因为人家念他台出生。耶，我们游戏结束。你要演的是狼人，请睁开眼睛。我问你要杀的是，你怎么了？都没有，不是。谁？靠背有直不一样的啦。好的，眼睛请闭上。女巫，请睁开眼睛。今晚她死了，你要救她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好的，眼睛请闭上。预言家，请睁开眼睛。你要测的是。小狼人请现身，女巫请睁开眼睛，今晚她死了，你要救她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你的眼睛请闭上。预言家请睁开眼睛，你要测的是。啊，没有，我不是很玩这游戏，然后我不知道预言家，我现在才知道预言家是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的。你要当好人，我不玩，我怕等一下我说他是好人的话，等一下全部就攻他。啊，这场就是狼人运气好，还有我们有一个 Danny， 还有大勇笨蛋。没有，但是我真的很笨哎，就我们。Danny 31岁啊，体谅一下。